座还是十座？十座。啊！可是我苹果才吃一口哎。今天不知道会上什么课耶，希望是画画课。我最喜欢画画了，待会儿我要用20色的色铅笔画好多好漂亮的画。哦，我想要上体育课，我跑步跑最快，每次都能第一名。我最喜欢三画画，班助理画画、舞蹈、数学。我喜欢 smart 数学，是因为。smart 里面很好玩哦，我比较喜欢数学课，因为数字每天都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。啊，出现在你身边，在哪里呀？有，像我刚刚进来啊，就有门牌号码，还有公车的车号，时钟上面也有数字哦，很多很多哎。真的耶！今天在过马路的时候，红绿灯上也有数字啊，家里对面的便利商店也有数字哎。哦，对呀。我觉得数学好好玩，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玩数字的吗？走，一起玩数学吧。小兔子回家的火车不见了，大家一起帮他找回10节数字车厢，送他回家。怎么找呢？羚羊哥哥，就是利用数字魔法。数字魔法？小朋友来问问看你们哦，请问你们会数数吗？会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从一开始数，预备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，可以更快吗？18 19 20 21 22 23 2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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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3
接下来呢，我讲一个数字，你们要接下一个数字哦。准备好了哦，预备，我数二，你们要数哦。哦，你动作很快哦。我数五，你们数六。哇，我数八。九。啊，我数三。四。哦，差一点哦。七。八。六。七。五。六。哦，考不倒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数一个，那你接一个，接一个，接一个，好不好？我数一，你就要数二，啊，你就要数三，其实你要数四，好，试试看哦。我数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哦，我数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太厉害了吧？那我要难一点哦，我数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帮你们拍拍手。哇，大家对数字都很了解耶。哎，你们听，好像有声音哦。数字魔法把两节车厢送回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挑战，来考考小朋友，请问我手上拿的数字是几？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李安哥哥呢要找一个好伙伴来跟我示范一下怎么玩。嗯，好，那就是你了。待会呢，我们手上拿几？二。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走二号的方块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准备好了，第一个在哪里？第二个。哦，小心不要踩错了。哇，那你帮我把二放上去。是哪一个？哇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挑战喽，第一组小朋友就是你们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们的数字是？我们一起说是数字几？一，是数字一哦，要保管好哦。出发，出发，加油加油！一在哪里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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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哪个是一？好，棒棒，他们拍手。出发 ，Go Go Go！ 第二个三，第三个，再来再来。我非常快，速度很快耶。好厉害，要拼起来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耶！找找看四在哪里呀？哇，你的速度好快哦！哦吼！耶！好棒，该悠悠面走哦！哦，悠悠面踩到一了。哦，有难度哦。下个一在哪里？一在哪里？耶！顺利完成，看来大家都很厉害，再来，再来。
小朋友已经对数字非常的熟悉咯。没错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考数量问题。数个量，待会儿我们要把球放进对应的呼啦圈数字格里面，看看小朋友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好哦，准备好的话就开始，加油，有一了，加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球跑出去了。哦，这个的方法不加不一样哦，对，好可爱哦。加油！看检查看看有没有答对，检查看看有没有答对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完成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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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注意安全！来来来，不要放到别人家哦，自己家检查看看，自己家。对对对，放错家了，放错家了。哎，很棒很棒！加油加油！有已经有小朋友完成了，好厉害哦！检查看看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们都对是不是？准备好了，数到三一起出发哦！一二三，出发！我运动妹好快好快，加油！一起刷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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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，成功了！妈妈拍拍手！谢谢，帮悠悠妹拍拍手！谢谢大家！完成了，我们来看看这次数字魔法会帮我们送回几节车厢呢？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两关了，这样子我们可以送小兔子回家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还不行？现在才收集五节车厢，总共要十节车厢，那我们继续为小兔子加油加油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种树。小朋友，现在呢，我种了两棵树，可是呢，我想要种五棵树，还需要几棵？三棵。三棵，那你们帮我一起种。好，第一棵。第一棵。好，第二棵。第二棵。第三棵。那我们一起来数数看喽，总共有几棵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们答对了。哎，那现在有五棵树，我想要再种几棵树会变成七棵树呢？两棵。第一棵，第二棵。好，那我们来数数看有没有答对哦。一二三四五。那现在树会太多了吗？会吗？不会。我们现在有八棵，对不对？请问要移掉几棵树才会变成三棵呢？没关系，哦，这五棵是不是？哇，很快速哎！现在就五棵移过来了，剩下几棵了？三棵。哇，答对了，答对了耶！大家的逻辑真好。你也太神奇，好歹树被砍掉。哇！我们有十节车厢了哎，我们可以送小兔子回去了吗？可以，不行，还没连起来。哦，还没有连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把火车试着连在一起好吗？好，交给你们呢。怎么做呢？第一节，十先是不是？十九八九。你们会倒着数数字哦。六。哦。我们的数字魔法有没有成功呢？哦。四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三。好，请问我们的小火车可以动了吗？请抢再绕一圈，嘟嘟。请抢，请抢。十节车厢都收集完成了，我们可以送小兔子回家喽。火车集合了，火车站每座山道，加油！
姐姐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我正在吸收最新的流行时尚资讯。哦，最新的流行资讯是什么呢？哦，这边说啊，2024流行的关键字是流苏、垂坠、极短裤、运动风、Pebble 以及低腰。哦，这些关键字我几乎都懂，但是有一个英文字 peplum 是什么意思啊？哦 ，peplum 呢，就是指的是像女生的衣服、长洋装或者是短洋装，但是在腰部这个地方呢，会有荷叶边的设计哦，像是那个影后。Emma Stone 她在领奖的时候穿的那件绿色长洋装哦，很大荷叶边的那一个，对，很好看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的衣服就有荷叶边的设计啦。我们好时尚哦，真的，原来我们走在时尚的尖端。那我们也可以去领奖。时尚呢，就是表达当下的流行美学哟。像我们也可以来设计属于我们的时尚，只要穿得舒适开心，就是流行。太好了，人人都可以当设计师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来设计属于我自己的时尚喽。哦，那你设计完之后，我要来设计。好，那我先选这个帽子。这个帽子呢，夏天到了，很适合拿来遮阳，而且很运动风的蓝色。那我想要选一个蝴蝶结，先把它贴上来。选这个蝴蝶结，因为呢我很喜欢蝴蝶结，而且我们身上都有蝴蝶结。那我们现在贴上来了，就把它刮一刮，有点像转印贴纸，然后再把它撕下来。哦，完成。你用帽子的话，那我来设计一件衣服好了。好，夏天到了，让我想到的是百花齐放的感觉。那我要把它转印上去的话，我会把它装在这个上面。那我要选一个可爱的花花贴在正中间，然后一样拿这个把它这样子刮一刮，小花就转印在衣服上面咯。那现在呢，我还想做一个包包，想做这个托特包，因为呢我的帽子是运动风的，所以我想搭配这个托特包，运动风的感觉。那我选一个 Love 好了，贴一个很大的 Love，一样把它刮一刮，成功成功。女生呢就是很喜欢包包，所以我喜欢吃法国面包，我要来做的是法棍包包，我要一系列花的哦，一排花把它粘上来，然后一样拿这个刮一刮，刮板成功了。那我们现在都印好图案了，我觉得可以来加点颜色哦。可以耶，因为它有好多颜色让我们选择。银色的话你可以带去派对啊，你觉得是派对焦点的缤纷的感觉，缤纷的感觉。桃红色有种热情，黄色就是你看到就觉得哇心情很好，阳光啊，对，像那个太阳洒下来。蓝色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知性美或是看起来比较成熟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个蓝色，很有智慧的感觉。是的。那我先把我的帽子选个颜色，我想选一个黄色好了。好啊，运动风就是很热情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们一样要把它这样刮一刮，拿下来，成功。哇，好哎，那你的包包呢？我想选蓝色好了。好啊，跳色的感觉。我们一样刮一刮。哇哦，好跳色，好好看哦，很漂亮哎，很好玩哎。好，那换我了。好，我的衣服呢，想要用 bling bling 的感觉，银色吗？银色，轻松的粘上去，乖刮一下。哦，成功，超闪亮，很闪哎，尤其在蓝色上面。对啊，那我想要一整组，所以我的包包上面也要用银色，两朵用银色，两朵用另一个颜色。可以耶，还有一个桃红色也可以用。用那种渐层的感觉，然后你可以一朵一朵用，我觉得两个，然后这样子哦，就是搭配组合，桃红跟银色，对啊，很好看。对，你看我们都是设计师，我们真的走在时尚的尖端，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完成。时尚品牌初登场哦！你今天买的这个衣服是哪个设计师帮你设计的呀？听说是现在最有名的 Kim 设计师吗 ？Yes， 好看吗？好看吗，小姐？好看吧？好看，好时尚。
哇，我才做了一个帽子，一个包包，就觉得工程浩大哎，当设计师真不简单。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呢，可以属于自己的一个设计作品，都是我们喜欢的风格哦。对啊，那我们也来帮哥哥姐姐设计一套吧。好哎，成功！你看我的，哦，很好看哎，哦，你看我这个很成功哎，真的哎。新品上架，请来买。Q， 我好久没有出去走走了。对啊 ，Q 公主今天想去哪里玩呢？也许可以去动物园看可爱动物，怎么样啊，爸比？吼吼 ，Q 公主想去，我们就去。太好了，我们说走就走。咪咪动物园到喽！爸比，你看。有好多小动物哦，有兔子、长颈鹿、松鼠、大猫熊、狗狗和小牛、小羊。都是可爱又温驯的动物哦。QQ， 小朋友，跟我一起来帮饲养员喂食小动物好吗？吼吼，我也来帮忙，只是他们都该吃些什么呢？这里有草、树、胡萝卜、骨头、松果、竹子和香蕉。小兔子最喜欢吃什么呀？小兔子喜欢吃胡萝卜，也喜欢吃草。那高高的长颈鹿呢？长颈鹿会伸长脖子吃树上的叶子。那树下蹦蹦跳的松鼠呢？小松鼠最爱吃松果。哦，真厉害！那黑眼圈的大猫熊呢？竹子是大猫熊的最爱哟。谁爱吃骨头呢？QQ 是小狗狗。那草最适合给谁吃呢？除了小兔子喜欢吃草外，还有小牛和小羊哦。咦，我们通通答对了吗？通通答对，太棒了。哎，怎么还有一串香蕉？该给谁呢？既然没有动物了，我正好肚子饿，这串香蕉刚好给我吃喽。真好吃。怎么变得这么暗了？是谁把灯关了？快把灯打开。等一下，我发现我们好像进入了夜行动物馆。夜行动物馆？黑摸摸的，有动物吗？有哦，我们先不要开灯，以免打扰他们。小朋友，我们找一找有什么动物在里面哦。这有点难哦，一起来找找。好的，仔细看看是谁站在树上呢？是大眼睛的猫头鹰吗？
那这个张开翅膀，万圣节最常看见的是蝙蝠。再来看看这个，这个像是会端端跳的什么动物啊？是跳远跳高的选手青蛙。你们听，总是会对着月亮啊呜的是什么动物呢？是狼。最后一种动物，你们看它身上好像有一根一根刺刺的，是什么啊？是刺猬。我们通通找到他们了。这些通通都是喜欢在夜间觅食的夜行性动物哦。没错。哎呦！哦，果王爸比，你还好吗？是哪个调皮捣蛋鬼乱丢香蕉皮？原来小猴子是生果王爸比的气。刚刚那串香蕉是他的食物啦，真是对不起。这样好了，我来出题考考你，如果你答对了，我就送你跟小朋友一大篮香蕉，怎么样啊？吼吼，听好咯，题目是：我吃一根香蕉，还有四根香蕉。原本有几根香蕉呢？答对了，是五根香蕉。小朋友也一定答对了吧？真聪明，这一篮香蕉就通通送给你们吃咯。恭喜小朋友得到迷你小帮手动物专家徽章，还是数学高手哦。QQ， 今天动物园任务顺利成功。